我是小孩满月三天我去报道，爱丁体卖照，你雄心话，你全门卖照，卖半我通，真的有的赶快进去光，赶快回来，都有一片天，哪怕没有一片天的，也有一个很正向的生活，一个工作，回归到正当，这趟病了，你走五年，走十年好啊。那个母案件，恁查某囝、恁小孩子，讲十几岁，拢知影爸爸在做啥。你愈歹面对你的家人，我无让你骗。告诉你去执行的时候是小孩满月，因为我小孩也刚出生，执行指挥书也刚下来，判七年多，现在我还看不太开。哎，你家里边有够港，有够港的。我是小孩满月三天我去报道，我跟你讲啊，哎，爱丁体卖照，你相信我，你全门卖照。卖半我通，你相信我，卖半我通。我讲我心路历程哦，大家你们听一下。我看过很多兄弟的，判三年、五年、七年不等的，真的有的赶快进去关，赶快回来，都有一片天。哪怕没有一片天的，也有一个很正向的生活，一个工作，回归到正当。但是呢，如果我看那个判了，结果通缉，我凭良心讲，除非领导爱秀气，除非领导被老母亲。这多钱的，啊一挂家产送伊出国，无你踮咧台湾，干那使做啥物？劳动界，使车搁加人零件，你干那使去做做工，做资源回收，你搁使做啥？你真的会没有工作可以做，因为你每天你妈在通缉，你要躲这些警察躲不完。以前还可以做假牌啊，做假牌啊是什么？假牌就是假身份证，真的，亲妈看你那警察的 PDA 摕出来拍牌，口卡一条就知影，你要走去做啦，亲妈搁无假牌啊。一旦你在通缉，你在走路，你这段时间你厝爱用着钱，你就开始想要拼，差别拼，几个过关的员工，你很多人想说，我拼两次就好了，到不了不可能。当你赚到这种快钱，你就会花得更快，甚至你慢慢花也会花完的那一天的时候，你还是在通缉，还是要拼，你只有刑期加刑期。为什么我这样讲？挖空摊饼卖我股权，丁家，这种事情可大可小，你想啊。七年你犯三分之二回来，小孩还五岁，你五岁你还可以跟他亲近，这趟病了你走五年，走十年好啊。那个母案件，恁查某囝、恁小孩子讲十几岁，拢知影爸爸在做啥，你愈歹面对你的家人，我无让你骗啦，好气骗到好来支持，因为阮老母阿讲，早去早回嘛，哦，刚才阮大你讲的，出来混，干冤家你叫啥会有，你去看时你叫啥卖好。是不是安尼？今年五十，超过十五年，创啥物？关，互你判一个无期倒来，老啊，判死刑的，啥物都无啊，都有钱我就兄弟，赤你赤赤我就兄弟。我听你咧讲，出代志，你是啥物拢免做啦，因为迄落走路，买一个物件，干买一包粉就好啊，啊都爱要不偷看者，再看者，迄种生活你拢体会袂到。等你外头一看，你啥物都无。兄弟，这条路唔是恁所想的这简单。我是奉劝，奉劝大家，这少年家啦，这十外岁啊，二十外岁，恁当咧青春，好好行正道的，莫行这道，我完全是无效的啦。等你外头一看，你得着啥？你啥物都无，啥物都无啦。伫正常人的眼内，笨手一个尔，千万莫行这条路，今年五十，兄弟这地喷来喷去已经三十几年了，超过十五年，创啥物？关，无唔对，较早我趁钱就是车后斗。不三时，拢是五六百万、几千万来扛，包括车顶钱拢我袂值。但是咧，你有想到我付出偌济代价，当去关，包括我身躯的周遭好朋友，互你判一个无期倒来，老啊，判死刑的，啥物都无啊。这条路才好行嘛，咪讲人带出来几大丁，有刀有枪我就兄弟，赤你赤赤我就兄弟。我听你咧讲，啊那哈简单，规台湾省拢兄弟，兄弟唔是安尼啊。电影啊，战争冤家相拍，两边拼一大丁，咁真正是安尼嘛？迄个效果啦。真正真兄弟是安尼嘛？偌侪人付出性命，我身躯边好兄弟死偌侪去啊！倒台死的，枪拍死的，包括我好运，甚至拍袂着。有当时我看到一挂抖音嘛好啦，电影嘛好啦，迄个假拍囡仔大细，牙签很帅，哇！你那种双枪客小品很帅，很帅，真的很帅。现实的社会干嘛呢？真的是这样吗？你咬我看麦啊！你去开看麦啊！出代志。你是啥物拢免做啦，因为迄个走路，走路是哪啥物？哎，黄叶叶，密东密西，有警察无？哎，这唔捌看的，青云人，真想干这是咪便宜的？迄种生活，买一个物件，干买一包粉就好啊，哎，都爱黄叶叶，偷看者，再看者，有没有陌生人？迄种生活你拢体会袂到。走路你走三年，走五年，这三年五年是啥物拢袂做的？是咪浪费三五年去啊？
抓到判刑，搁关三五年啊，来去去就十年啊，在睡觉了，只要一点小声音啊，车子开过去马上惊醒，风一吹，窗帘一动，马上醒起来，那种生活你捌过过无？兄弟，闽南所想的电影在播，影片在看，哇，很风光，很沙，很帅，但是真正的付出的东西，你们知道的时候，已经像我这样。是哦，恁俗称的八九到底是什么？都出社会，叫做得鸡啊难穿，甲去你八九，八九我去你啥物？叫做老母，老母我去你兄弟，啊兄弟又一站到啥物？就是像阮所只老大壮才子，搁去你做啥物？顶上角头，搁去你做南北二路的，搁去你一站哦，做俗称的就是当级的、总裁级的。做兄弟要干净啊，头壳啊，莫有莫头壳邪念。八九定义叫做大家弄歹去啊，老八九啊，少年八九，不是啊，黑社会唔是安尼啊。那有这多呀，就完全不同的层面了。八九的东西有好几个层面，但是恁俗称的八九到底是什么？都出社会，叫做得鸡啊难穿，搁去你八九，八九搁去你啥物？叫做老母，老母搁去你兄弟，啊兄弟搁一站到啥物？就是像阮所只老大壮才子，他们都得鸡啊，都较早咱俗称的就是只阿弟啊，或者阿弟啊，就是打杂啦、跑腿啦，因那是无薪水啊，无所谓的。今日我过来，你家买只槟榔粉呢，我就收回你，请给你。你家买物件，剩的人生那个地，伫我家就是扫涂骹、变粪扫啊，大概拢是这个工课。再来提升到八九，就有收入吧。这些八九有收入，就是行情好啊，有条件通啊买车，穿衫嘛好看，有一份正当的收入吧。唔是讲全部拢是八九啊，但是即卖社会观感就讲，大致上。这种人你们都俗称八九，老八九啊，少年八九，不是啊，黑社会不是这样，人有这多的啊，兄弟是兄弟，老妈老妈，八九八九，而且不同层面，就完全不同的层面，你把全部的人当成是八九，那是不对的，人有的做事是很好啊，人是做兄弟没不对，但是呢，人做是正当头路的，那八九定义去，大家弄坏去，那出入社会，人家都出社会，什么都不怕，这有乱不一定，你俗称八九八九，其实八九不是这样啊，人八九都做的是素质真正袂歹，讲话嘛真有礼貌，对大哥嘛是毕恭毕敬，咱真有礼貌。唔是讲你所想的安尼气压压，迄是唔对的啊。搁去你迄站都到顶上诶，你若讲俗称是八九唔对啊，八九这个问题，搁去你做啥物？顶上角头，顶上角头，咱讲罗满，长期拢是伫咱的乡里乡镇，较少咧出外，但是扛棒嘛真大支，啊，但是人咧做代志嘛是真公正，大家嘛真认定的。顶上哦，有咧做一个正当行业的。对，这调解一挂电影上的纠纷，都去了做南北二路的，南北二路这兄弟，兄弟是安尼啊，扛棒大旗，甲讲，唔是干那兄弟捌二年嘞，连一般的小家庭啊，一般的读册人啊，也是讲做正当生意拢捌二的，新闻看会到的，一四月探听会到的，刚名报出来就好啊，就知讲是啥。都去了二站哦，做俗称的就是当级的、总裁级的，咱讲哦，兄弟的天花板啊，那是南北二路规台湾省认定的这大哥，台湾无几个。电视上咧讲讲仲裁者，但是迄个我讲，无大家我都见到伊个面，人咧做工过真公正啊，到落去调解社会才会纠纷，敢若名揢出来就挺好，做做做代志，唔免讲伫遐讲啊，你遐我伫讲一大堆啊，迄都浪费口舌。你说讲即卖社会就是把全部的人当成是八九，那是不对啊。退价意味哦，感觉实在哦，做兄弟做较好恁这人哦，公家咧实在都不应该。啊，我又讲反头，到底什么心态是好个歹？我常在讲一项物件，我没有说做兄弟不好，但做兄弟要干净啊，头壳啊，莫有摸头壳邪念啊，啊心莫操心肝啊，做代志拢是怪奇形怪状的，摸头壳邪念啊，唔是讲全部恁俗称全部都是八九八九，不是啊，这不是啊，层面是分很广啊，人兄弟的素质都有，人做角头的素质都有，你讲我所看到的角头的地形上的大哥啊，迄大概是安尼亲好好，迄素质偌好诶。无咧，含咧伫遐，你兄我伫遐三炮两炮，人即对即，两对两，讲话超代志，简单简单明了。无咧，你讲八连堂，讲拢讲重点啊。你讲你所看到的电影咧播啊，以为大家都是八九，不是这样啊。像我，你有两公我就是八九，它层面是很广啊，最少有五六层以上。恰一个字，啊，规只好车出门出，规只少年啊，就全部八九，唔是安尼是唔对的。无唔对，即卖社会有偏咧算多，为着利益嘛，为着利益才袂开这几样物件。真正我毋捌讲退遮兄弟啊，退遮义伟啊，感觉讲呢，做兄弟人就做啊真正派，啊，互恁讲安尼真唔得安尼哦，要讲互恁了解，让你们了解一下什么是爹爹啊，什么是八九，什么是角头，什么是兄弟。